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山家行，北京市西城区摄影家协会在陶然亭公园举行红墙文化幸福西城三月网络比赛启动仪式，社协主席、副主席及部分会员出席了启动仪式。往咱们平遥国际摄影节、咱们大理国际摄影节、丽水国际摄影节，往这些国际摄影节去推，这样的话，咱们慢慢不就走高了吗？加完西城的，慢慢咱们可以加入到北京市，对吧？加完北京市以后，咱们加入到中摄协，就一步一步嘛，成为一个摄影家，成为真正的一个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个会员。西城摄影家协会的平台很大，希望大家可能从会员进入到理事，大家可以聚集起来，把这个事做大做好。希望大家的作品哈，一定要积极的投稿，因为从一月份开始，中国茶文化有几个了、嗯？中国茶文化其实是在中国摄影界里头可能搞的这个主题茶，但是作为咱们西城摄协，中国茶的著名一条街，马连道茶叶一条街在哪呢？在咱们西城，对吧？在咱们广外，所以说从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去多拍。未来幸福西城是咱们整个西城摄影家协会要注重的一个点。然后二月份咱们搞的是那个春节啊。截止到那个昨天晚上，我收到的稿啊，是已经超过100多位人的对老师的投稿。好，这个不错，基本应该超千张了，已经是。是这一次的主题，其实只要挂住幸福西城，所有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大力去投稿。可能咱们的一些片子结合起来，还得作为一个巡展，也得搞，因为未来今年2024年一定是线下和线上一起来做的这个事儿。你只要拿起相机就使劲去拍，我们。作为我们西城摄影家协会肯定大力支持大家，说影友们大家去拍，使劲去投就行，希望大家肯定到最后会有自己的收获。好，感谢大家，咱们努力啊，使咱们这个摄影协会呢越办越好，好吧？好嘞。